将把欧拉带回家。好大一只欧拉，好可爱。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这边的那个装饰好漂亮哦，有圣诞树的袋子，绿色袋子，好可爱哦 ！LED 灯。啊，我发现我们这边的目标物了，就是它，欧拉。我们今天要把它带回家哦。欧拉，你今天要跟我回家，乖乖哦。发现他店里有缩小版，这一只也是欧拉，还有 Elsa 跟 Anna， 很漂亮。这个是他们的盒子，39.9， 然后欧拉也是39.9。身体不知道可不可以转，我订的那个是身体可以转的。这边还有一只安娜，这是低级的 Frozen One 的安娜。Frozen One 的安娜盒子长这个样子，噔噔，它价钱是29.9，它有两种，这是其中一种。可是里面是长一样的，只是插在它的纸盒外观不一样而已。这是第二集的公仔，就是一般大小系列的。然后这一只我有了，这就是第一集的。它这边价钱卖19.9，然后两只装的，这是第二集的版本，两只装的话是49.9。Elsa 的这个是月历，月历价钱是31块。它封面长这个样子，2020年的封面。然后近看它1月份到12月份不一样，1月份、2月份、3月份。然后一直到12月份，它每个月都不一样，好漂亮哦！6月份最可爱了，哇！这都是日本原装的，日本原装进口。耶！我今天把欧拉带回家。好大一只欧拉，可爱。欧拉好可爱哦，谢谢。欧拉要被包起来了，
下面要怎么包？你要怎么包？Here got SS space, so it can't be tight. Cannot tight. Okay. I will come and ask for this.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！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